馆的规则了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是来领取秘典之盒的吧？秘典之盒可是很方便的道具。原来这就是秘典之盒啊。嗯，是须弥的学者专门制作的盒，能够感应到周围的持有者。哎呀，制作这个功能的人看来是个害怕寂寞的家伙呀。是吗？就算是再有趣的游戏，如果找不到人和自己一起玩的话，还是有点寂寞的。所以那些玩家啊，那些牌手们能够到猫尾酒馆来，我还是挺开心的。那只是顺便的了，重要的是拥有相同爱好的人聚在一起的氛围。嗯，秘典之盒已经给你们了，去找那些牌手吧。嗯，既然如此，我也要去寻找对手了，待会儿在猫尾酒馆再见吧。谢谢，我会加油的。
形随神至。周围的牌手，好像在那个方向，我们快去看看吧。哇，原来是你啊！怎么了？有什么能够为你们二位效劳的吗？我们正在挑战成为七圣召唤正式牌手的试炼，要战胜三个牌手，结果秘典之盒就找到你啦。原来是这样，不过我现在正在站岗。没想到还蛮有气势的嘛。确实，身为牌手的我无法拒绝这样的决斗邀请，没办法，那就来进行七圣召唤的决斗吧。